Ella 最近离开老东家，成立个人公司，新事业忙得不可开交。21日，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跟家人相处，下午时抛出慵懒的居家模样，笑称这是周末的午后，简单的幸福。不过在看了新闻后，他才知道自己发文的前7分钟，台铁列车发生严重的出轨意外，并自责写下祈福文。玻璃，吐出来，我没看到没事。一直在关心新闻的 Ella 表示，看到画面后真的好心痛，还附上痛哭的表情符号。下午自己还沉浸在小幸福当中，没想到列车上的朋友们正陷入不幸，自责情绪让粉丝看了很心疼，纷纷留言跟着一起集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